二学期才艺竞赛正式开始。各位要教壁的老师，各位引导各屁姐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谁呢？我是双城无双，我是大城，我是小城。今天是一个临时纪念好日子，我们要来大家上起来的才艺竞赛。而且呢，属于咱同学们展现的舞台顶，我来给咱上好的一面表扬咱同学们跟老师们的形象。很主持好，欢迎第一位上面的刘雅慧老师。再来第二位是咱上有气质的刘恩珍老师。第三位是阮上国主的李医师老师。大家用上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这三位评审老师。相信大家都是想要先看表演节目的吧？安尼，咱废话就莫讲，马上来准备咱今仔日的表演节目。安尼，欢迎咱天使队带来舞蹈表演，来热烈掌声一下，花香勾连天。